强度才稍微有点被降低。现在他双木直接对拼，显然亚速砍带致命节奏好像有点强，但是闪现进草配一刀劈死。他做一点小意外，在操作上没有做到最好。那中路赵信来了，旁边主女也在蹲，这里是有绑到，但是回来反而被勾到勒布朗，顺身回去以后，赵信收掉这个人头，但是主女打了一套伤害，赵信还有闪是不是走不掉了？有闪，主女是没闪的，三下小兵普攻差一点点就要死了。还是蛮精彩。那前面也有这个比赛，可是闪现出来抓到了伽罗，伽罗没有闪现，只好交一个虚弱，但好像没什么太大用处，能不能换掉一个闪现 B 闪换闪？那这里雷欧娜感觉打不赢，但是法洛斯要杀他应该也是偏难。勒布朗还没有回家，他脚下绑到了，这里赶紧踩吗？应该不敢，不敢。还没有回家过，刚刚那个线路没有整好的关系。赵信来了，捅到没了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，但他们的组合最大问题还是在现在看他这边下半部的上半部的进攻。朱女来了，是有看到选择反方向逃跑，但是朱女还没有交进了，这个甩兵有甩中的话，可能就走不掉了。对，就是亚速朱女的搭配啊，这个 Q 技能是可以接住的。你必须要探草的压力的话，其实就会比较难打。莱克斯抓到，直接开晕，但是这里交一个进化，但后面克里斯塔跟上没有闪，感觉要死了。啊，点燃下下去。看下面来了，赵信有戳到的话，应该也可以换掉一只。虽然雷欧娜有交晕，但是好像没什么。想给想让头还是哦不想进草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克里斯塔有机会跑掉吗？没有，伽罗上来直接交了一个普攻收掉，直接打 Q。没有的话，东南飞鹰是一定要去执行卡杀的。他们没走，看起来是由谁先扛？先扛塔的是伽罗，但是逼出了一个 TP， 亚速怎么又单杀二杀死了？在这个地方。传送了下来以后，是由克里斯塔率先阵亡，后续塞尔斯换掉赵信的人头，但是这里勒布朗这个血量也非常的糟糕，塞尔斯收一个 double kill， 后续交了一个大绝，空 Q 的情况下有点尴尬，这个血量还能打吗？等 CD， 感觉塞尔斯等 CD 有机会打，这里感觉可以进攻，朱女大绝其实没有交，直接先抓到伽罗，看起来伽罗应该没了，法洛斯应该也没了。对这一场，但是雷欧娜想开上来，先开到赵信逼出了大绝，塞尔斯到位，后续的大绝直接晕倒了勒布朗，勒布朗选择加招数全部交在雷欧娜身上，率先秒杀，后续塞尔斯进场的位置换掉了赵信，这里拉克里斯塔在旁边跳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没有人理他，收掉勒布朗跟加罗人头后，最后的法洛斯也是孤掌难以回天，就要被接大直接劈死，但是朱女来了，就算你再上二塔也不安全，后续接着大绝直接两个人 combo 瞬间秒杀了、就是只要你死一次基本上他就是开一次，开一次你死，你必须要是不断的给对面的压力，给到对面必须要，现在看这边赵信真的前面拿了很多个头，但是这种换头对他们来讲都不是容错率绝对相较应付要亚速在蹲，这里出来开吹伤害超级高，直接逼出了闪现，但是他这里不想放过你开吹 QCD 好了，这里直接哇连大绝都不用接，直接一刀劈死了，然后见人就开杀这样。那这里下路塞勒斯被两个人抓到，赵信来到了后面，勒布朗先上是有绑到的，而且两条线看起来应该是动不太了，这里偷了一个赵信的大绝以后先转了，稍微挡一下伤害，但感觉 CD时间结束还是得死，这边交了一个闪现之后拉掉，哇啊没有捅到，但是后续直接跟上的话一个 W 回血，再交一个 E 技能应该会回炼吗？回炼了以后 W CD 好，直接一波伤害再流掉，但还是要身上就是决定要他就是要推啊，就是要推到底，也没有想要跟你慢慢的打物件，三个人伺候，这里圣杀师率先被秒、那上塔兵营塔应该是守不太住了，但你们的血量不太优，这个兵营能推吗？有点危险哦，塞勒斯被绑住，后面伽罗来了，直接接一个一技能加大绝击飞了塞勒斯，看起来应该是要在这个地方倒下了。这边尾头，在营运的角度上来讲，这就不是很好的选择。哇，赵信大绝直接弹开了朱女以后，后续跟上直接击杀二杀四进场，这是二杀四的机会哦。没错，二杀四位置很好，但是被吹袭来，亚速开秀直接滑下去，法洛斯被逼出了闪现之后，二杀四想跑但是没有办法。后续的话，伽罗击飞了亚速，配合着法洛斯的破甲剑，直接收下这个下档的人头。那他真的超肥，闪现一躲就是想杀你。后续的话，赵信上来三下 Q 三直接抓了起来，后加一个 W 技能，勒布朗的伤害电刑收掉了。亚速算是蛮值得夸赞，但是中路伽罗好像是掰了。大绝要不要交一下呢？感觉可以省着。这种组合在落后的情况下面就会很头痛，因为这边太好开战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失误被抓到了，再是。开局又抓到亚速，而且伽罗的大绝放得很完美哦。伽罗放了一个完美大绝，直接牵制住陈志昌的四个人。这招去进场有戳到，戳进去了以后，大绝其实已经交掉了。哇哇，抓到勒布朗这个地方，勒布朗竟然被逮住了，非常漂亮。但是二杀是进场一个 Q 三斩下去，收掉了雷欧娜人头。后续克里斯塔看起来应该也是跑不太掉了，还在拉扯。好难，这里直接被抓起，顶起来后还是由赵信收掉了克里斯塔人头，给了一点点机会。
哇，我觉得他们有点想试着，哇，中路这里怎么伽罗调皮了？刚刚秀了一波，这里直接被朱女抓到单杀以后，跑得掉吗？以他的坦度，看起来是 hold 不太住呢。回头想敲一下心之钢，就是，而且感觉要被开了。对，合到了中路这边就被结果抓到的是伽罗，伽罗大绝完美切割，哦、反倒是朱女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位置，牙术反而率先阵亡，后续朱女看起来也扛不太住，东南飞鹰大获全胜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后面克里斯塔倒下。哦，这里雷欧娜也 hold 不住了，这里必须要后撤了，血量实在是太不健康了。终于怎么被逮到了？哇，这边在原地想要忏回，成就被抓到，想绕后被抓到的情况下，所有的技能都交在了朱女身上，身上连闪现都没有情况下，看起来应该是跑不掉了。二的雷欧娜也还没到位，所以这边应该是要能够赶快把巴龙给中掉的。那勒布朗阵亡以后，巴龙拿掉，这里要选择后撤吗？你们再赶快跑，法洛斯就要来了。这里没有要打的意思，直接一个四打三。亚速进场以后选择后撤，后面的人进场以后逼出了三两个人的闪现，其实是有粉眼的，但他选择主动走了出去。他就是没有想到对面会真的出来。那这里一闪要抓法洛斯，克里斯塔再收回来，宝贝球进去，但队友好像没有跟呢。亚速后面亚速进场开砍，然后用风车挡一下伤害，再逼出了自己的惊人。但是厄萨斯在旁边状态非常的好，虽然说先收掉了加罗人头。这个吹到了勒布朗，厄萨是一个 Q2 闪收掉了克里斯塔人头，但后面牙术也滑进去杀掉了法洛斯，但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伤害可以做补充。还在滑吗？滑来滑去 Q3 没有砍到，再滑进去滑有兵就滑，最后还是死掉，兵太多了啊，很紧张啊，受不了。反正他那个一就是狂按嘛，狂按狂按，一直滑一直会滑到哪一只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就一直按就对了。可是为什么你们明明是被拿霸王那一方，就在对面的兵营塔下直接五个人都嘟进去了。哦，那最后这个交换其实对东南来说好像还有一点是，现在是不是只剩下厄萨斯身上有霸王霸？对，只剩下厄萨斯有霸王霸，其他人掉光。勒布朗上去先逼一下你的状态，赵信一个 Q 三加一上去击飞了克里斯塔，但是被风枪挡住，后面的队友跟不住，感觉赵信要阵亡了，但是也换掉了雷欧娜人头，而且后面勒布朗补上了伤害加远古勒斩杀，还是杀掉了克里斯塔，四打二，挡不挡得住？用风墙先硬挡勒布朗的伤害，亚速还在上去，直接瞬间被绑住，用亚速看起来 hold 不太住，先逼住复活甲，用后面的朱女完全没有伤害，没有要力气让他敲死了法洛斯，感觉这个很关键，后面的勒布朗伤害补不出来，亚速开滑，但是这地方还是阵亡弹。